看看新闻网。上午，浙江余杭两名女中学生离家出走，至今未归。而据其中一名出走女孩的父亲称，女儿一直非常喜欢女星杨幂。前几天也有同学听到两人商量着要结伴去寻找杨幂，因此家长怀疑这两名女孩是为追星而出走。12月20日，得知此消息后的杨幂立刻发布微博，希望能帮助家人寻找走失女孩。刚刚看到新闻说有两个女孩因为想找我失踪了，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哪里？如果你们能看到我的微博，希望你们能赶快和家长联系，赶快回家，他们真的很着急。据悉，目前家属已经报案，面对这样的事件，我们也不得不再次呼吁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智追星，切勿做出盲目之举。